好字，好快，好建议。桂堂兄真是才华横溢啊，别说是在糊涂县，就是在直隶保定府也是凤毛麟角啊。县长，您真是过奖了。不过这抄抄写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做我的秘书吧。嗯，我的那个李秘书又笨又贪，就会做八股，过时了，我想打发他回家。这抢人家的饭碗那可不是君子所为。我王凯帝为国效力，我这也是为贤是举啊。难道冯老爷子最近又遇到麻烦了？嗯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这次来啊，主要是为家父给您赔个不是，没能请您到肃静寨里去。第二呢，我给您送来了一份您喜欢的东西，请县长大人过目。虎子，俺问你，为啥不收刘运涛和江涛？嗯？你就不怕伤了你和世和的兄弟情分？爹，当年大钟被砸，您吐血身亡，严家宝地被方安池霸占去了，朝代换了好几个，可天下乌鸦一般黑。世和打了20年的窝囊官司，下了大狱，倾家荡产，回你老家的财产。想来这俩孩子有了学问，兴许能成大事。虎子，你到底收是不收？奶奶，奶奶，世和该过几天安生日子了，俺给他治腿，俺供两个孩子读书。虎子，俺懂得你的心思，奶奶是黄土埋到头顶的人了，咋就不想报仇？可眼下灭他冯兰池还不到火候，俺知道你要拉杆子，可拉杆子就得人多势众，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搭几颗钉？大叔，你就为这才办的演武堂？办演武堂咋的了？俺办演武堂又不犯法。是不犯法，可明眼的人谁不知道你是冲着冯家去的？住口子，要说和冯家的仇啊，我比你大。我知道你的心，等俺朱虎子打头阵赢了你再跟俺。你知道俺的心吗？朱老爷爷，不管大叔要不要俺，俺冯春兰都是演武堂的人。朱老周，听好了，奶奶就是坐在炕上不动，也是你演武堂的人。奶奶，
冯先生不是外人，什么电报把你吓成这个熊样？看看，要打仗，咱们这个弹丸之地，怕是要生灵涂炭了。不会的，王县长，这吴佩孚和张作霖不过是军阀混战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。哦，冯先生镇定自若，想必一定会有高见的。王县长，您过奖了。你先下去吧。以我判断，这一仗张作霖必败。我巴不得这个老土匪缩回到关外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上峰是直系心腹啊。啊，以我之见呢，我们先不管别人的事儿，接着打官司，把朱老忠先抓起来。可是万一朱老忠要是张作霖的人呢？咱这不是撸老虎须子吗？这朱老忠啊，我很了解，不过是锁井镇的一个高粱花子，他不问天下事。再说了，如果他真是张作霖的人，那日后他不就是我们献给吴大帅的礼物吗？可是万一吴大帅要是打败了呢？不可能，您信我这一回。好，那咱立刻就办。哎，你是原告，有状纸吗？这不是一炷香的功夫吗？朱老忠，朱老忠，咱俩还是着实有缘，冯家把你招来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妈个巴子，谁敢动我头，剁了谁！这别招上你们了，又不是反正不想造反的罪证。我是来执行公务的，不想作死。朱老忠，你武功高强，不是我不信任你，把这个带上。那都是求人家，你看找不着。好，这就免了。你找个辩护律师，斗不过冯家。找个球啊！天下没有不黑心贪财的律师。好，那你跟我走。大哥，他们买通了官府，你回不来了。爹，俺陪你去。爹，俺陪你去。甭怕，冯家武的输了，关子也得输。哎，咱手里有地契，这就是证据。对，俺还没尝过滚热糖的滋味呢。今天，俺也开开荤。爹，他们要是不放你回来，咋办？哎，你爹是老江湖，别给他添累赘，好吗？大家记住，十天之内俺要是回不来，老邢、师和就打他狗日的冯兰池。你放心吧，冯兰池这老兔崽子他跑不了，顶不进一个顶一个。对，一个顶一个。拼了！俺去了。回去吧，要不奶奶准来，奶奶的身子骨可熬不起啊。可是为俺吃的官司啊。奶奶说没事，还有润涛和江涛他们。别提他们，廖瘸子就跑得怂乎。严先生，嗯，吴佩孚失败了。为什么？我考察过，去年他在郑州江岸长辛店制造惨案，杀害了林湘谦，杀害了施阳大律师，镇压铁路工人，
民众对其恨之入骨啊。我想冯玉祥将军再也不会为虎作伥。我也这么想过呀，可是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长辛店惨案那算个啥？哎，可冯将军早就跟吴佩孚有矛盾的。是他们这一对矛盾。贾老师，贾老师。被冯家给告了，他被警察抓走了。啊，走，看看去。啊，被告朱老忠，你有辩护人吗？有。被告朱老忠，你是土匪吗？不是。对于严氏和土地一事，比武论输赢，荒诞之极。俺和老山头按了生死手印，冯兰池拿他押宝，冯兰池答应要是老山头输了就把这块宝地归还给严家。可据调查，刘大山怎么会和你按了手印？他根本就没有终止。胡说八道，俺要对证。传证人刘大山。证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妈了个巴子的老山头，你玩的可真好啊！啊，你他妈的还有良心吗？肃静肃静。朱老忠，有人举报你，打着严母堂的幌子伺机造反，国民尚武，政府支持，私藏这么多武器，还不是你造反的证据吗？俺要是想造反，俺那些刀枪剑戟能抵得过那些枪支大炮吗？你那大铡刀就是凶器，俺那大铡刀是铡草用的。冯兰池罪恶累累，俺就是想为民除害。现在宣判，本庭审判为终审判决，严世和所占土地归冯家所有，冯朱两家所谓25年的恩怨一笔勾销。朱老忠要在公开场合向冯兰池赔礼道歉，赔偿冯家现金银元500两。你妈了个巴子，你他妈收了冯家多少钱？你啊，刘大山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丧尽天良，雷会劈了你的。想让我给冯兰池道歉，老喽，你砍下我朱老忠的头也不可能。法庭更改判决，判处朱老忠5年徒刑，收回严家土地，归还冯家。你们他妈的还讲不讲理了？老忠，尊敬的法官，尊敬的各位旁听者，我作为被告朱老忠的辩护人始终没有说话，现在我要发言。民国法律不是封建帝制的王法，从大赦到死刑都取决于封建帝王的喜怒哀乐，法律是庄严的，不能仅仅因为朱老忠的所谓咆哮公堂而随意改判5年徒刑，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亵渎。我是法院院长，我有权判决他。那还要我这辩护人干什么？要合议庭干什么？要这位所谓的原告代理人先生干什么？法官大人，你应该清楚，在今天的旁听者里面有不少的人是新闻记者，如果将这则丑闻报道出去的话，这对执行法官院长大人有什么好处？如果随意改判的话，那制造丑闻的将是你们，而不是这位庄稼汉。立刻受监。不，按民国法律，原告对被告没有构成生命财产伤害，在法官大人对所谓的改判而没有完成宣判之前，这个时候
不该剥夺朱老忠的人身自由。贾老师，大叔不要紧吧？不要紧。你就是打折了俺的腿，俺也绝不想冯兰池道歉。他这是啊，急火攻心。哦。严家的地保不住。地没了，我还有啥脸面活着？俺对不住索引镇48寸的父老乡亲。让俺走！哎，大叔，老朱，大叔，可您刚吐完血。再说了，你的官司还没打完呢。你真不是个溜子。怎么？法庭上为啥你一句话不说？我说了，可惜你一句没听见。大叔，喝药吧。来，喝药。这三份报纸啊，都笑话你，出尔反尔，把币给人家退了，外加赔礼道歉，这不就得了吗？你为什么你要改判？你是光绪啊，你还是慈禧啊？这不明摆着让人家说咱们欺负一个高粱花子吗？还有这份报，上面隶属着冯兰池多年来违法犯罪的事实，而且还出自于严之孝的手笔。知道严之孝是谁？那是保定府的才子，是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教授啊。覆水难收，那怎么办？维持原判。可朱老忠的辩护人很是不简单，他还没举证，还没说话呢。他是谁啊？县长，贾向农求见。对，就是他。他叫贾向农，是霍陀中学的教师，但是他有南京政府司法专署颁发的律师证，听说有好多状子都是他写的。那你索性回避一下吧。好，不，你先走吧。啊，请他到公事房。是。当今可是2次直奉大战期间，如果您敢说一句朱老忠的演武堂是聚众闹事，逼急了他会去投奔谁呢？再说了，他可是从关东回来的，这个背景不简单。愿意聆听贾先生的教诲，请您继续指教。啊，宝地一事啊，可以归还，但赔礼道歉的应该是冯家，还需要拿钱去购买。这诉状啊，诉状上说朱老忠私藏武器，召集了几百人，想小聚山林，聚众闹事。可据我所知，所谓的武器不过就是一些大刀长矛啊。您想啊，他要想去造反，还办什么演武堂啊？要说武器啊，冯家倒是有不少的枪支弹药，可我想县长您不愿意把这件事见诸报端吧。是啊是啊，其实啊，他完全可以去投靠张作霖呐。对呀，行侠仗义，尚武健身，乃是由来已久的燕赵之风。我以为作为一县之长，对朱老忠的行为不但要抚慰，而且要嘉奖鼓励才是。这可是让冯家赔礼道歉和购买的事儿，这个这件事儿好比弓箭搭在了弦上，如果因此而发生械斗，流血死人，这人是谁，县长恐怕比我清楚。我也知道县长您接了冯家的礼，何去何从，您掂量着办吧。告辞。
道朱老忠是直系的人？县长，虽然说话口气这么硬，肯定有后腰撑着。那我就得罪一回冯桂堂吧。那李乾，我当官为啥呀？啊，有染缸里退白布的道理。兰池啊，你给冯家争了气，啊，我恭喜你夺回了那块宝地。九爷呀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哎呀，可是怎么就没把朱老拱那儿子给收拾了？他犯上作乱，就应该腰斩呐，哎，最起码也应该是枭首示众。哎呀，那个冯桂堂，如今咱们那个冯的秘书，讲的是那个。文明，俺说话呀不管用了。爹，舅爷，万事和为贵吧。爹，法官不是判朱老忠跪在咱们冯家戏台给咱们冯家谢罪吗？怎么连个人影都不见呢？哎呦，但是他不敢来，他要是来呀，连他祖宗八代的脸都给丢尽了。老忠啊，严先生是当今的文士名流，我呢是个教书的，这次啊是我们两个联合把你保释出来的，可地还是让冯家给霸占去了。但是官司你赢了，你的演武堂还在，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了。另外啊，这次是冯家向你赔礼道歉，可有啥用？有啥用？老钟啊，这手啊可是长在自己身上，随时可以攥拳头，眼下是动拳头还是动脑子，你自己想。演武堂，贾先生，我听说现如今有两个靠得住的门派，一个是找得着的张作霖，可俺不愿意投奔他。为什么？他是靠土匪起家的土皇帝，当年俺在东北拉过杆子，就是被他打散的，俺恨他。哦，那么那个找不着的门派呢？当年俺们大舵主死的时候，攥着我的手对我说，这个门派替咱穷人说话，可谁知道他们藏在哪儿，上哪儿找去？你要想找啊，就能找得到。反正我只是听说这个门派信的是大红色，他管他什么色的，只要能帮俺朱老忠抄了冯家大院，要回宝地，砍了冯兰池的脑袋，俺朱老忠没二话，一个字儿，认。老钟，坐坐坐，来。老钟啊，据我所知，你所说的那个红色大门派啊，不光是只把眼光盯在冯家大院上，也不是一些行侠仗义的侠客。那他们要干啥？等你找到他们，就明白了。贾先生，
那明天画押，画吧。俺朱老忠也寻思了，这地要不给冯兰池罢去，我就得蹲大狱，演武堂也保不住。忍了吧，哎，该忍就忍。老钟，你当我是朋友吗？废话，以后咱们得常走动，隔着邻村，不就隔着一条河吗？行，以后啊，我少麻烦不了你。我呀，最喜欢吃嫂子做的东北饭。夏先生，您是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，能瞧得起俺这个泥腿子。我朱老忠知足了。好，请。还是没改你爹那倔脾气，俺这辈子怕是改不了了。你常说一句话，怎么说来着？驾走，畜生！驾！污水在坑里等你。说得好啊，走吧。老爷，老爷，你咋这模样啊？一副倒霉相啊！老爷，这场官司，我看咱们还……说呀！我有点说不好。说，冯贵堂呢？冯贵堂好像在书房呢。不是冯家向咱赔罪吗？可严家的宝地俺没保住。大叔，大叔没来见你。大叔，俺爹都想通了，这官司咱赢了。叔窝囊了，打谷场一战本来咱赢了，可这盘子就翻了。大叔，不翻盘被地也保不住。
就算俺没这个命了，好歹这冯兰池啊要给咱磕头了，咱这官司啊赢了。石河兄弟，虎子没长遮天的手啊，俺有愧。死人的骨头再硬，也硬不过那活人的拳头。这场官司输得窝囊。哎，运刀说了，权当这块地呀、啊、既放在冯家了，俺也想通了，心里也豁朗了。哎，咱这块地呀、啊、能扬咱们演武堂的威风，值啊。奶奶也这么说。这奶奶和运涛说的话咋和那个贾先生说的就一样呢？这贾先生到底是啥人呢？他看中运涛和江涛了，听说收他们俩要当徒弟，还要把运涛啊送到保定府上学呢。俺想这个叫贾相同的比江湖上扬名立万的人还高呢。石河，你让运涛帮俺打听一下那个红色大门牌。走。虎子是想明白了，俺一个人再有能耐，也不过是一颗铁杆高粱。俺要加入那个红色大门牌。哎，别扔。兄弟，咱家这块牌子迟早还要插在这块地上。赔礼扣买，还让朱老中的演武堂在我眼皮底下折腾，你是臊你爹呀！我是不赔礼不掏钱。你看啥地图啊？你是给冯家大院另找风水宝地呀？啊，不是你哭着喊着要争那块地吗？对，我要宝地，也要朱老朱的脑袋，还要锁井镇48寸的高粱花子给我跪下磕头。冯兰池，你叫我啥？叫我啥？我替你去给人家赔情道歉，你看行吗？真是个土财主，你除了你那一亩三分地，你还知道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不管是张作霖还是吴佩孚，只要一发炮弹打过来，你就什么都没了。那共产党在北边弄多厉害呀，国民党都得跟他合作，使点大局呗。反正啊，让我赔礼，让我掏钱，我不如撞死在列祖列宗面前。二弟，赔礼的事儿让我去吧。那钱呢？行了，不让你出钱了，成吗？二弟，就用我的钱吧。好，谢谢。为几亩地的事儿，不值得吗？虎子大哥，家父气病了，我在家里边是长子，代父亲给严世和赔礼道歉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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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甭跪了。冯大少爷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啊，这是罚金。儿子，这个归于演武堂了。那我去了。虎子大哥，
但愿乡亲们别跟我爹一般见识。冯大少爷，这不是你能管的事，回去吧。胡子大哥，你息怒，我三弟这是给自己遮面子呢。老头说，三回演武堂，重新罢免。老八爷爷，你就使劲的吹。哎呀，使不得，赶走！乡亲们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请进吧，乡亲们。笑什么？贾先生，俺打听了，那个红色大门派叫个共产党，可是俺找不到。嗨，瞎扑腾呗，说不定哪天就扑腾到人家家门口了。我想这个共产党啊，他赞成你打倒方兰芷，可不一定赞成你明刀明枪的跟他这么干。贾先生，俺就是想为俺爹，为锁井镇的庄户人家报仇，斗倒冯兰池。哈，那你的心眼可太小了，放不进这个酒碗呀。你的意思是让俺打倒更多的冯兰池？贾先生，那你说俺该咋办？先攥紧拳头，然后打出去，让更多的庄户人吊起膀子来一起干。俺到底找到共产党了。你就是啊。你说我是我就是吧。老钟啊，我从来不喝酒，今天干了这碗。夏先生，告诉我，这共门派到底有多大？能装得下五湖四海。好，这下俺朱老忠那把出膛的茶刀再也凉不了了。干，干！爷，您喝水。放下。爹，您难得一笑啊。三儿啊，老驴头那闺女我可是好几年没见了，如今出息的水灵灵的，这十里八村啊挑出来的美人。秀美啊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记恨你二哥，三十六计里头还有个美人计呢。当初桂仙唱头牌的时候，让他陪陪大官员，没啥，给咱冯家省了多少银子。桂仙是戏子，可她是我的媳妇儿啊。爹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这肉烂在锅里，我认了。可拿桂仙当驴皮往外送，我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哦，我二哥刘洋回来，就学的这学问。三儿啊，找个茶客，把老驴头那个女儿带过来，让我见见，啊。
我走了，爹。哎呦，孙小爷，你，老爷，您找我。李德才，俺冯兰池做寿，各家各户孝敬俺。嗯。俺冯兰池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。李德才啊，你说实话，二少爷这次上下打点到底花了多少银子？一万块大洋吧。冯桂堂纯粹是败家子。老爷，我想二少爷不会干那赔本的买卖。李子才，吩咐下去。哎，穷棒子给俺送寿礼加三成，送不够的甭想再种冯家的地，也别想再占冯家的便宜。赤峰大战终于结束了，超度那些亡灵吧，保佑演武堂，也就是保佑我冯家。半年多了，冯家和朱老中还算相安无事，眼见爹的寿辰就要到了，千万别生出事端了。秀梅，昨天夜里老山头从城底运回来了什么？是几十条枪。450人了，只要咱那替天行道的大旗一竖，那可就是4500、45000了，连那红色大门派也得高看俺一眼。他爹啊，你还真要找那门派啊？找，俺让运涛打听了，人家不是啥红色大门派，人家叫共产党。咱这演武堂就算是给共产党的觐见礼，咱不能空着手拜见人家的山门啊。哎呦，嗯，咋的了？我瞅瞅，我瞅瞅，我瞅瞅。哎呀，哎，别老不正经的，那孩子们看见。哎，你呀，还算懂得疼人。哎，黑妞儿，嗯，说到孩子，程兰和运涛的事儿，俺得管。哎，你说，他那大贵儿，是不是对程兰有点动心？只是看。
Oh.